好，这一罐是一颗次氯酸锭，它可一颗次氯酸锭可以加，可以稀释，用1000cc 的水做稀释啊。这一罐韩国果醋的瓶子是黑的900毫升，有浓一点，味道有点呛。好，我们今天第三天，我们换个药方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然后这把枪的问题，今天遇到了，就是所谓的没有扳机、没有安全的枪，所以轻轻一碰就发射，然后就浪费弹药，然后枪机就过热，把一罐的酒精通通射光光，然后整个包包都是酒精。所以说这种面板设计是非常不好的，没有保险，安全机制，然后触碰就射击，所以说就容易浪费时间，然后造成枪机过热，浪费弹药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以后还是要秉持弹枪弹分离的原则，射击完毕之后还是要把剩余的弹药把它倒回去，避免无谓的浪费，顶多浪费电而已啊，不会，还不至于，还要装到我们的弹箱枪箱里面，避免没有必要的触碰造成弹射。好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何以故须菩提，如我昔为割离王，割截身体，我于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何以故？我于王昔截截肢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于500世作忍辱现人，于尔所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所以说，大家不要装太多。不应住色声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离异一切众生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，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用次氯酸水第一次射击。好，射击开始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等。
当今下午的卫视台皆因静坐里围绕一炉瓦香而散起出处，不自去不记忆，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所见供养，真是无功过者。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堪称无极一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若去说者，好，现在进行。心则狂乱，同马桶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义不可思议。二是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因住？云何相无其心？我告须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：我应灭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矣，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者何须菩提？是言法华行者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日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，佛言是句话：如我见佛所有意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自不有所舍。我今如来世当得作佛，好释迦牟尼，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于名受记，作誓言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释迦牟尼。若有如来者，即诸佛如意。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世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即是佛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大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身长大，则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无故名菩萨。可以故须菩提，是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一切法。有人吗？有。好，我想问奇怪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哦，你好，好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好，大便好 ，OK，OK。OK, OK, 好。120cc 升。
不会。你喝厕所吗？对啊，雷射枪啊，在扫射啊。对啊，这120 CC 左右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喷得干干净净了。120cc 的次氯酸水喷洒完毕。好，我们弹药设计完毕了，然后就还是一样一个规矩。枪弹分离，好，弹药、弹夹、枪支分离完毕。如来说有我者，则非有我。